么啦？嗯。这个是嗯。还是还是在。我比。学的时候吹的大一点嘛，这是高难度，站着吹大好吗？嗯，试一下嘛。好吧，还可以，因为这个有点不小心牵拉走的，嗯，慢慢学，对，慢慢学。吹大了之后就用鼻子吸气，嘴巴吐气，它就不会消。宝贝儿，慢慢试一下。我跟你说，我那年一次像个吹炮弹一样把气球吹掉了。嗯，发射了哈。好玩吗？休息会儿，待会儿脸吹痛了，宝贝儿。休息一会儿不能缺氧了。对，不能缺氧了，宝贝儿。我去喝点水，再练习练习。好的。